为打激烈的收视战，华视 TV 三剑客推出了辛辣的新单元，还请来了当红的闪亮三姐妹。不过这个要头手脚并用的游戏可是累坏了主持人跟来宾。不过最惨的还是用头撞西瓜，为了倚天屠龙记宣传的苏有朋卯足全劲，但是拿了主持费的三个主持群似乎还是最卖力。回去就要照一下 X 光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。靠近了啊！对，可能里面有一点这个损伤，因为现在有点呕吐的现象，应该是脑震荡。不过对于已经习惯了制作人变态的性格，三个人倒也能自我。